大家好，我是魔石，今晚胜利的崛起。那接下来我们去把主线破一破。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游戏的一个全坐骑，它的坐骑也算蛮多的。那这边可以领取海量的银币啊。那像这边有些线上奖，那这边有30线奖，这个吗？线上奖。好吧，我们跟沙网对话。所以明天我们可以得到那个珍稀坐骑，我的天啊！然后下面就是下载奖，这里，然后，技能升级，准备强化。坐骑培养，先给大家看一下游戏的全坐骑图鉴。那旁边有它的一个属性加成啊。我这剧情真溜欸！我们是不是给大家看过全坐骑图鉴啊？我觉得上这游戏的坐骑算是非常精致啊。那我就随便找一只给大家看。今天给大家看这一只好了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只最帅了。这只是游戏里面的黄龙哦。那这只不，任务好多。这只的话呢，你就是要透过 VIP 礼包，它每一个都有取得方法，运营啊，排行榜啊，这么给画一下。这样吗？血我忘记了，这样吗？那我们今天先教这一只神兽巨龙的一个取得方法。那取得方法的话，你需要所谓的 VIP 礼包，你可以取得这一只非常漂亮的神兽巨龙。好，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神圣巨龙，非常的帅哦，是吧？这边开启了帝国巡洋系统，这个活动呢，可以让你获得大量的经验值，应该是，基本上是卡等在解的啦，不过卡等再去玩就好了。你这么继续把主线解完，旁边可以领先成就奖。对哦，修复石头。长老对话，找一下一本哦。福利这里可以去等级礼包。好，那今天就玩到这边喽，拜拜。